明月这点钱就把我打发了是吗？和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就这就这点钱吗？我不会饶了你的。明哥，你回来了，我帮你。明哥，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，然后我们一起吃个早饭？我特意为你做了早饭。一鸣哥，一鸣哥，你收拾行李干什么呀？你是要去外地了吗？我行李都收拾好了，一鸣哥。我想学着去做一点点心，这样的话，我到那边也不至于无聊。如果点心做得好吃的话，你可以帮我在那儿开一家咖啡厅吗？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的。我什么都可以做的，可以吗？十月，我跟房东又续了两个月的房租，把卡上能打的钱都打给你了。你得学会自立了，找个工作吧。一鸣哥，你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只剩下你了。我要是没有你，我会死的，我真的会死的，一鸣哥。我不会跟伤害心仪的人在一起的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对心仪做什么呀？还不够吗？你吓着他了？你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脱衣服、割腕、吃药，你想给谁做都可以，你随便。我们必须分开。明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求求你了。十月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这点钱就把我打发了是吗？和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就这就这点钱吗？我不会饶了你的。这个给你，谢谢。对了，我这次过去，如果这个星期没有整理好，我周末可能就回不来了。你得帮我安抚心妍。嗯，放心吧。我要走了，我能再抱你一次吗？一路平安。啊，我以后一定会尽量的去补偿你们的。我会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也会是最称职的父亲。我相信你。爸爸，宝贝，怎么了，心仪？这
照顾兔子姐姐，还要小心鱼。放心吧，宝贝，爸爸一定把她照顾好。嗯。来，爸爸抱一下。秦爷，在家一定要乖，听妈妈的话，好吗？好。走了。嗯。要听妈妈话，啊。嗯。不能。就是我的惭愧，多遗憾的结尾，又无言以对。回不去的时光，回不去的回忆，再体会。回不去的时光，回不去的回忆。任经理，哎，小姐，你找哪位？这里是公司员工宿舍，不能随便进。啊，嗯，保安大哥，刚才进去那个人，他是住在这儿是吗？谁啊？哦，你是说任经理是吧？是的，他刚搬来的。啊，那他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吗？啊，这位大哥。我刚来到这儿，对这人生地不熟的。嗯，这附近有什么可以住的地方吗？前面左转有很多快捷酒店。啊，谢谢。啊。